因为咱有讲，即、这个大运就是惊对北运北进，有无？伊即农民的遮有写下元北边，哦，下元北边，伊即就是咧算即个大运，大运正常是拢二十年，但是数历有三十年，六历嘛有三十年，因为无即、这个五运，即、这个五的二十年提起四，甲提起六。所以数列到六百天有三十年，哦，迄以后有机会输啊，特别再来讨论。即下来，即个月亮已经知影什么生肖，啊，直接就当确定，确定落去起卦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甚至要搬入倒一间厝，哦，伊迄个年来有来啊，无来，安尼嘛一定明明白白。有人讲啊，都无年来，所以未使安身位。嘛，未使按公嘛，哦，这就是安尼来看。要么知影来，哦，就看这个字来，哦，安尼应该讲这没问题啊，吼、哦。要来起卦，啊，甲厝顶甲人，啊，甲天人地，都拢真清楚啊。啊，拄则讲，如果若是讲无适合的，会当用这个先天卦来记，啊，先天卦来记，安尼就符合。那顶回毛来讲起，万一有去拄着伊个经格，伊个经格就无多好耍，伊个床头来向东，吼、哦，何必伊个床头来向东个来讲，床头向东，那伊只隔一个壁，那隔壁经呢，则拄好拄啊，伊即个马桶，吼、哦，马桶。的方位，拄啊伫伊即个面床头，拄啊干呐隔一个壁呢啊！伊即个面床头安尼等于讲家己伫咧搭哈，拄啊对伊家己个头壳落去。那伊即个面床位拢无啊多好瞧，那面床位无啊多好瞧的时阵要安怎？迄块是一个破解办法，所以啊，下当用莲花，哦，莲花伫伊面床头落去解布局。因为伊这边办的哦，莲花是五年而不染哦。当然，这莲花的朵，那要挂起，我爱个清净一点，了后看一个啊，这个好时日才给挂起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那在咱这个顶啊，这里罗盘啊，有录影的所在，我来回讲啊，都先注定假设伊。厝顶方位的对出的方位是无好哦，伊在咱这个东南卦哦，东南卦来论，东南卦伊这就是东南顺属于本位，但是顺看成是乾，结果乾就是火海甲禄存，火海与禄存，要安尼讲起来，伊这个入门就是无好的方位阿边喏，那拄着这种情形咧，外口。伊另外用一个围墙，迄、那个围墙伊只找吉凶哦，找这个正北哦，正北生气贪狼的方位伊也倒入来，那内面的厝顶伊就无变，因为用一个变通的办法，另外去造局，伊外口做一个围墙，啊、哦，市内的经济有较矮，那拄着这种情形，伊的正门对出都双。也就是讲啊，有这个电话条上面有人来讲，那一正门就歪开门，歪开门，伊市内经济有较矮，所以一出入口全对天边垂直的正北，对这入来嘛是有人安尼做法，哦，这就是讲有法便有报，啊，嘛爱看情形，但你要看情形，就是讲基本卦爱知影，基本卦已经知影的时阵。你要另外去运用抽离补坎，哦，要安那抽，要安那补，那这就是另外落去运用伊这个办法，哦。我再来，咱顶下嘛想讲，固定的方位文昌就是伫东南方，哦。那每一个卦内面拢有一个文曲六煞，这个是其次的应用，其次的应用，告诉。今年东南方都要布局，不过流年都无下，外界
咱会当等到明年我会适应的时阵，适合的时阵，才开始伫东南亚落去布局，安尼嘛是会用的哦。那安尼基本的应该都拢无啥问题，用都是家己来演练。那演练的精细，哎，都没有问题啊！哦，因为就是讲，天衣奇门上好，就是伫这个厨房，也甲这个火口来向你这个天衣奇门。哦，既然到天衣奇门，就是讲啊，食倒入去，啊，对咱身体有帮助，奇门。我一种解释就是讲啊，有伫咧办一寡代志，会去用到口舌的方位，哦，遐会当来做啊，这个办公室嘛是用的。但那上好就是来做这个厨房哦。那生气贪狼，既然个是生气贪狼，就是用这个有诶讲要饲鱼啊，啊，用这个活水轮干的所在，我会当生气勃勃啊，生气勃勃。这也可以说是在方位啦，哦，武条恩人也相像，原来是一个在方位，一人跟恩人武条，哦，那也做到说，啊，做这个房间的床头，啊，就恩人，啊，不过武条呢，武条就是说，啊，脑子在做武士的，不过，你在这个方位，你如果说，经济都可以再选择，这也是好的方位，也可以来做面床头。哦，啊，无好的方位，就是用仓库、便所，也加这个灶头啊，落去做压煞的好哦。安尼，咱应该讲最基本啊，没有问题。了后过来就是讲，同时呐，要有啥问题，而且来做发言。啊，若无问题，基本的，这就应该拢。会晓啊，这对，所以这简历老板是真紧的哦。那么细节进一步啊，再过来讨论哦。这基本的，但是这两节课大约都拢知影哦。啊，外边咱这私信，如果呐有问题，直接会当大家来做参考。咱来老师官互动的吼，咱先别个老师讲，哦，互动的来，那请咱个林同学哦，把咱。我重新考虑，我等下加条方便啊，太忙了。有没有？林老师你好。林老师，我台顺住哦。哦，那个请教一下。嗯。啊，咱这个吼，外界你那学啊那。咱个农民地有哦，农民地有，你是不是本身呢？对。啊，咱是不是爱去加一个农民地的迄个有哦？有一个写什么历史的迄个所在？他是首页的弄出来，你做一做首页，哎，你做一点农民地吼，太阳老师吼，我搞阮解释下，你做一本农民地迄个首页嘛，应该是首页哦。对对对，这本啊，这这边就首页。啊对。对啦吼。嗯。哦，啊，咱即摆来甲迄个，比如讲甲加起来，啊，甲拖在中间安尼。会说，因为伊即个。因为跟这个版面，这个版面有较硬，较大白，哦，较大白，咪使加起来，加起来落去看落去瞧，迄种有啊多啊，啊无你若要甲缩小，甲安尼嘛是会使去啊，现在佫缩小，哦不过，那安尼三地拢甲摆咧，摆咧一字排开，迄、那个方位拢同款，你都看嘛就有困难啦，哦，所以目的上我会留这个空格。就是要予人讲，啊，这个地方伫咧看清清楚楚，唔免阁多啊算，哦，所以你做模样，啊，你这个人的卦，啊，流年的卦，一下一下，都拢明明白白嘛，哦，这无困难，就是安尼来看。我拄则讲，那伊在这个三元九车来看，另外一派伊是干呐讲看区别尔，伊若讲一别看。啊，甲九四二乃当相对，哦，迄就上近啦。但是，咱为着慎重起见，哦，流传落来，伊只面顶都拢有拍，拜你是啥物方位，
啊，咱就往那个符合东西，如果东西会下，个这个气背个会下，哦，你要做吉祥加吉，哦，就是这个论点。即个有一点特别啊，要来甲同学啊来做一个较强调，就是讲，用啊，我比如讲东方大一木，哦，这个五常五色，色水东方大一木色，青绿色。但是在金车来讲，金车来讲，伊是树立顺，树立顺甲东进木，东进木就属金，啊，完了青绿色，哦。那南正南当然是红色，那在金车是金气里金气，哦，伊迄个气色叫做金气呀，所以我就用红色。一只的卦，哦，用这个红色的这个卦，九七年为一对，哦。那在咱正统的这个五行的色水，北方壬癸水属乌色的，不过在这个九宫九星内面，哦，伊是叫做一白看水，或者一白看水，哦，所以才讲做一白啊九七。哦，伊个分别都差伫只一段尔，一无拢总大部分拢差不多，所以伫即个整体五行甲整体卦象，若拢识会晓，过来变啊变化，即未讲出是真济，而且嘛唔免讲哦，安尼感觉会叫搞混哩，嘛未。你个基本只若讲知影了后，拢会晓演练，过来讲只话卦，搁再重复一遍。哦，啊，同时啊，对，唔知影个别个别地方，佮特别来做参考。相信唔免讲六节课上较煞，就安尼啦，三节课较用心的，这三节课厝内面基本，家己都拢会晓排，会晓看。哦，那大约就是安尼。那以后啊，你有时讲要佮进一步的这个探讨，啊，对武术的这深深研究，趁这个机会吼。我来甲各位推荐，林老师，林老师是对这个学术，会使讲是真专攻，嘛真专家。伊不但对这易经，佮八字，哦，佮所谓这个姓名学，甲这个刻印的结用，会使讲是真巴哈。那在这个武术学术的方面，实在讲，我佮不比你多多。那以后再。基本三元九经，遮呐拢学起来，啊，有要进一步，会当甲一个林老师要来学习。遐若无呢，咱东阳宫啊，医疗堂主会使讲堪舆，尤其啊，这个阴宅风水地理，这会使讲是伊一半的吼、哦。一般要共看阴宅人，迄无简单。老师若无讲一二十年的功力，要来共看这个阴体，哦，也无随便，因为阴体要去好就好，歹就歹，迄会牵牵来咧两三代人啊，迄有一句成语，我即摆向讲袂起来，哦，牵来咧两三代人好就好，若无好咧，等于讲杀人不见血，所以伊老先生伊就有这份的功力，哦，那咱大约而且。我讲这两节课，哦，这个简易罗盘足简单呢。应该讲呢，那个学习两遍啊，基本厝内面家己拢一定会晓看。要无，咱下晡就到这一段路。感谢各位的报答，哦，非常谢谢。